影音的制作很像武侠世界，它的基本功就是蹲马步。那我们影音也是一样，基本功先把它稳扎稳打做好，那慢慢再来求变化。声动传神的举例说明，范淑明导演来到基隆商工，与中嘉宽屏基隆举办的媒体试读课程，带领学生探索新媒体世界。我在媒体试读的这个课程里面有学到，就是如果标题太耸动，然后内容通常都不会是正确的，多找一些方面的讯息，不要只单看一个讯息然后就去相信它里面的内容。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一个自学的一个能力，首先具备的就是他要去辨别这些讯息跟资讯他到底是否是正确或者是造假的这个部分。随着民众接近媒体的门槛逐渐降低，范淑明导演也提及，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当自媒体导演，一步一步引导学生认识分镜剪辑的概念，并结合航空电子科的专业技能，让学生练习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以前呢，在学习这自媒体影音这一块，在结构这一块是要花很长的时间，你做一支影片所需要的技术，然后所需要的一些时间都整个大幅的降低很多很多。好，所以自媒体真的是人人所应该拥有的时代。这样跟中嘉产学合作之后，我在空拍机跟空拍机上面的剪辑有很多的提升，还有在基隆女中百年校庆拍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媒体试读已成为基隆商工大力推广的特色课程，校方透过一系列的讲座与实作活动，期盼同学们的媒体素养持续向下扎根。这几年呢，基隆商工透过跟中嘉的合作，我们在各项的课程上面也不断的精进跟改善。我们就会带我们的孩子到中嘉新闻去做实地的参访，去了解到媒体怎么去运作。媒体试读的能力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培养孩子去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能。中嘉学长赞赞。记者王一静基隆报道。